标题吹爆滨田精明镜头下的吴青峰，真的很鲜很清新。有趣的人总会相遇。终于，日本摄影师滨田英明拍了吴青峰。最近，滨田英明为青峰拍摄了一组杂志写真，一个日系，一个小清新，一个神仙摄影，一个神仙颜值，拍出来的这组写真让很多人都吹爆了，因为真的很鲜很清新，也超级好看。在滨田英明镜头下的青峰还是那个如风般纯净的少年，好像时间从来不会老去，少年依旧是我们记忆中干净纯粹的模样。对很多人来说，吴青峰大概永远是青春里无法抹去的颜色，更是全世界最独一无二的存在。滨田英明吴青峰 Photo BG Sweet Tab Ratio 1042018出镜，吴青峰摄影 at 滨田英明吴青峰。这组满满日系感的清新写真你喜欢吗？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首吴青峰苏打绿，你最喜欢这个宝藏男孩的哪首歌？留言区见 at